这面是这个 Terminal 1，那个 station 呢，那个地铁站在 Terminal 2，然后我给坐这个穿梭巴士，好像说是免费的，然后过去4公里。哎呀，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障碍，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怎么办？看来可能还不能坐卧铺了，就给是这个，到时候早点回来，因为我怕赶不上趟啊。不太清楚他这个穿梭巴士到底是多长时间一趟。那边有很多警察在那保安。刚才有个司机啊，我发现他挺会揽活，他跟我说地铁站在那边呢，4公里，老远了，你要走不到。然后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你可以坐公交车，你可以坐这个坐我的这个出租车嘛，便宜的。然后我们一想，得了吧，哎呀。然后那个哥们挺高兴的，问我哪儿来，我说中国来的。但是他没告我穿梭巴士的事儿，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坑啊，有点坑。这些人都应该在等那个 shuttle bus 啊。这几个人穿得很正经啊。